我真的要敬你一杯，谢谢老爷。 海棠啊，我一早就觉得你有天赋，现在海棠胭脂炙手可热，我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再接再厉，开发出更多更好的新产品，让郎立春可以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放心吧，爹，我跟海棠一定会一起努力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嗯，海棠胭脂大卖，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功劳，墨画和月明的宣传销售。 配合的也是功不可没的。娘说的是，不仅这样，我哥还把工坊和店铺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哥，敬你。海棠胭脂大卖，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功劳，墨画和月明在销售方面的配合也是功不可没的。 娘说的是，不仅这样，我哥还把工坊和店铺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哥，敬你。月明啊，月轩，以后郎家的家业就交给你们兄弟俩了。月轩呐，你要多教教月明。月明，听到没有？你爹寄予厚望呢，以后就靠你们兄弟俩了。是，好了，快点吃饭吧。来。